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是Dan. 韩国著名作曲家兼制作人辛사동호랑이今天离开我们了。根据媒体报道，创作了 Tiara Lollipop, A Pink No No No, EXIDV Aria, Momoland Boom Boom 等非常多热门歌曲的作曲家辛사동호랑이今天因朋友联系不上他，所以前去探望，最终发现他已经断了气并报了警。而因为他最近才推出了女团 TRIBE， 在发布会上，TRIBE成员们也对辛사동호랑이出色的制作能力表示了感谢，甚至他们原定于今天透过 KBS 的 Music Bank 进行回归。因此，这个消息真的让网友们都震惊了。目前警方正在调查原因，愿逝者安息。